thể ôn hớ được dưới đoan sàn thiên tài thiên sơ tài thịt tử y dòng tờ sĩ dưới xa tiệc hấp tiệc điện ủy tơ họ sư phổ thế diễn xuyên tơ sơ tên khởi cỏ sĩ hấp tiệc chức huy hấp tiệc xuyên sĩ cỏ vô lãi sạc hấp tiệc tơ giặc nhớ yêu diễn ủy tư kiến tiên有其乃己事故疾病，跟他人说，以后病必可以搞，是否可以一起祝福？祝福阿勒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该将此经册，是否可以受益佛法者，悉护于佛法。相不相分是相，殊菩提无余根河，殊德还两色是两，那比殊德还更好。殊菩提言：佛呀，世尊何以说？殊德还两为一体，离不杀业，不惧邪。天香地吃法，莲福德环，福菩提无余根河，福德含莲国寺莲，那比福德含更好。福菩提莲，佛呀，世尊，何以果？福德含莲一翁来。理智无安来，是莲是德含，是菩提无以温和。阿那含定则是莲，那是阿那含更好。是菩提莲，佛呀，世尊，何以果？阿那含莲为不来，理智无不来，是果名阿那含。是菩提无以温和。阿罗汉定足是念，那是阿罗汉的好。佛菩提言：佛呀，世尊何以果？是不有法念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足是念，那是阿罗汉的，这为着摩云见性是者。世尊佛说那是。无尽三昧，人中作为第一，是第一利欲阿罗汉。世尊，我不只是念，我是利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不是念，我是阿罗汉的。世尊，这不说诸菩提，是闹阿难那行者，依诸菩提。是不所行，一定是菩提，是闹阿难那行。庄严净土分地师，不过是菩提，无以温和，如来悉皆坚定不说。佛法应说的好，佛呀，世尊，如来在坚定佛说，佛法是不说的。诸菩提，无以温和，菩萨庄严佛陀哈，佛呀，世尊，何以果？庄严佛陀相，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诸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不是心清净心，不应不是心心，不应不心香离诸法心心，应不说诸离心的心。诸菩提，譬如有人心如粉尘王，无以温和，是心为大行。诸菩提言：善哉，世尊，何以果？
护法慧心是名法师。文福圣慧是一师菩提如行河中所因法所如是沙定行河故以温和是诸行河沙灵与德行师菩提言行德正尊但诸行河上多无所何况其他师菩提我今是言作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愿力所行河法所，三千大千世界，悉用布施，悉何多下，诸菩提言甚多甚深。不过诸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此经中。乃至修持四故之定，为他人转，以此福德，性善福德。观想性教观第十二，修持诸菩提。随法起经，乃至四故之定，当知四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相应，如何他了，何况幽人，心灵修持佛像，诸菩提，当知是人。成就世上第一自由之法，若是精进所在之处，即为优惑，若观想是故。如法修持分第十三。于是师菩提得复言：世尊，风和明次经，那定缘何红旗？不过师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于是名如绿光红旗，所以假何师菩提，不说般若波罗蜜。是非八戒婆罗蜜，是名八戒婆罗蜜。须菩提，吾以温和如来有所说法后，须菩提得复言：世尊，如来无所说。须菩提，吾以温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比丘，是为德行。须菩提言：甚多。世尊。诸菩提，诸比丘，如来色非比丘，是名比丘；如来色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诸菩提，吾以温和开三十二相，见如来何？佛曰：世尊，不开三十二相，即见如来。可以说如来色。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诸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一行河沙定心灵法事，若有一人无处经中，乃至修持四故之定，为他人说，其何甚多？理想是得分地十四，于是诸菩提闻法
生天界如此，彼得一切彼得复言，其有世尊佛说如是心经经地，若将实来所不慧眼，离相不闻如是之经世尊，若有有人不闻是经，信心清净，一心一相，当知是人心经第一其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世尊，我今不闻如是经典，世代时期一直为难，是若当代世何我不说，只有众生不闻是经，世代时期是人即为第一之有，可以果是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是假相，所以假合我相即是非相，如相相心相是假相，即是非相，可以果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佛告诸菩萨，如是如是，若有一人不闻是经，不见不觉，即为方知是人，是为是有，可以果诸菩萨如来说第一婆罗蜜，是非第一婆罗蜜，是名第一婆罗蜜。诸菩萨念了婆罗蜜，如来说非念了婆罗蜜，是名念了婆罗蜜。可以果诸菩萨如我是为舍利王，各界身体我无二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是假相。可以果我无妄识，即是自在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是假相，应现前行。诸菩提，若念过去有，我必说作念力成尽。本所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是假相，是故诸菩提，菩萨见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自色生心，不应自声香味触法生心，应心如多自心，若心有自，即随非自，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自色多事。诸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多事。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诸菩提，如来是真故者，是故者，如故者，不共故者，不异故者。诸菩提，如来说的法，是法无实无虚。诸菩提，若菩萨心不无法，离行过事，如云一暗，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离行过事，如云幽默，即光明相，见种种相。诸菩提，将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念此经，修持佛像，即为如来，依佛智慧，悉地